注意看，您现在看到的不是电影，而是中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在梁山炮轰越南据点的真实历史影像。在2月25号，我人民解放军奇袭高平之后，高平守军被全歼，第一阶段结束。但是随后越军在山林里各个地方打黑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东线广西某部队在丛林里山洞中抓获的打黑枪的越军俘虏，在打扫战场时一个不漏的被清理出来了。随后对越自卫反击战第二阶段开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西线云南某部队在10号公路上挥师甘棠的画面。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总共出击了6个坦克团，共计500多辆坦克。画面中出现的这种坦克是62式轻型坦克，这种坦克重21吨，时速可达60公里，主炮是85毫米坦克炮，一般备弹47发。62式坦克重量机动性能好，很适合越南的雨林和山地，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冲锋利器。当时守卫甘棠的是越军 316A 师，是越军的王牌师，全军装备的是苏式先进装备，曾经对法对美的战斗中都有这支部队的身影，有着近30年的战斗经验。当时叫嚣着随时准备吃掉我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西线云南某部队进攻甘棠的真实影像。解放军仅仅用了2天时间，全部报销了叫嚣着要吃掉中国一个师的越军 316A 师。随后我军正面主攻部队和右翼穿插部队在沙巴会合。随后在2月27号，我军全军开始攻取梁山的战斗。梁山这个地方对中国军队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曾经在援越抗法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团陈赓大将曾经在梁山这个地方指挥军队全歼了法国的勒巴军团。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在开头东线广西某集团军炮轰梁山的火炮群，这种火炮是中国在60年代自产的大口径火炮，火炮口径130毫米，单个炮弹重66斤，射程10多公里，火力威猛，覆盖面积大的特点。